这个楼梯上来，就这里进门，下面就是车库。上了床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很夸张的浴室。哇，好大哦！哦，好大哎！好大的浴室哦，而且很豪华哎。你们去哪里？哦，这里是厕所，厕所也很大。啊，有电视，有电视了，电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电视？什么叫看电视？哎，你先不要爬床上，你脏脏的。这里有一个这样的空间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只是一目了然，没有刀，空间还蛮大的。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。哎，没想到，没想到，昨天双打一打二带娃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回到这个汽车旅馆，竟然发生了一件很大的意外。人都是没事啦，就是车出了问题，车这个后玻璃窗已经粉碎性骨折了，全都碎裂了，已经像那个军内的大地一样，而且稍微碰一下这边都会玻璃有掉下来。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它这个车库呢整体蛮小的，蛮小的。然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它这里，就是它这个停车限制的东西跟这个楼梯间的距离完全没有设计好。也就是昨天倒车的时候，轮胎明明还没有到这个限制位，但是后玻璃已经撞到这个楼梯的这里了。对，没想到第一次住汽车旅馆就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因为昨天倒进来的时候，本身地方很小，然后它的设计。我是觉得很不合理啦，就是你那个轮胎还没有到那个限制位，它后玻璃窗已经能撞到楼梯了，就是设计上是有问题的。但是因为昨天回到这里已经很晚了，然后要给两只小的洗澡啊、喂奶啊什么，就只是跟保险公司联系了一下，然后车还是问亲戚借的，很麻烦，这种事情真的很麻烦，就自己的车还好一点，然后问亲戚借的话还要给亲戚一个交代，还好就是也没说什么，因为关系还比较好嘛。然后先跟保险公司联系，然后保险公司就让我们报警，打110，先有一个备案的这样一个处理，他才可以进保险啊，还是怎样的。然后昨天晚上就太晚，也没怎么样，就跟警察来了之后就，拍了照，等于是备了案。哦，果果说晚上还要去警察局是什么？啊，还要这样子，还要这样，要领那个啊，要签字什么的。啊，一个收据，就是等于你这边有备案，你确认一下。哦，好麻烦啊，出来碰到这样的事情，尤其是我其实出差出来，然后工作就很忙了，然后我今天就不带两只小的去南头灯会现场了，准备在房间里边就熬到晚上下午，可能出去走一走一走，附近有一个体育馆，可能可以带他们去走一走，然后就在房间里待一天了，就然后果果下班。他其实也不算下班了，抽空出来可能要去警察局一趟，然后我下午想办法要去买那个胶带胶布，把它后玻璃窗贴一贴，先想办法临时修补一下，因为今天又是礼拜天，然后车行维修的地方都没有开啊，真的很麻烦，就这辆车真的出了这样一个意外，也没想到第一次住汽车旅馆的经历竟然是这样子，浪漫都浪漫不起来，都没有激情了，都花在修车上了呀。我们又仔细研究了一下，其他的停车库都是这边右边有八节楼梯，八节楼梯才转上去，我们这个房型就是只有两节楼梯，两节楼梯这边后面就有一个转，所以就很奥妙。这边门比较低，对，这它因为是最底的那一个房间给我们安排到的，但是肯定是它设计是有问题的啦，就这样就会撞到了。天哪，这个汽车旅馆到底不一样，还有这样的影片电视机上，让我大开眼界了，不得了不得了，有小朋友在不能看。 Hello 大家好，两只小的都睡醒了，然后总要带他们出来走一走，没办法一直窝在房间里面。然后今天是礼拜天，南投好像本身就没有像台北那么热闹，没有那么多人，然后礼拜天店铺都关着，人是更少。我们是住在那个体育场旁边，南投体育场旁边，然后现在要去一个叫做蓝田书院的地方，一打二带他们外出放放电，刚刚有睡醒，
然后昨天有看到那个防灾中心的照片，蓝田书院之前好像在921大地震的时候完全震塌掉了，现在应该是有重建，有那个看到有照片里面是那个圆洞的圆拱的门，好像只有一座门没有被震塌，其他门都震塌掉了。现在去看看这个地方现在怎么样？路上都没有人，好，我一直坐在这里，推一只，然后背一只，背一只，对不对？走到这边路口有一个南投县议会，这个建筑一看还以为是一个博物馆还是美术馆，造得很有风格，也蛮漂亮的。看得出南投政府在这个办公室、这个会议室蛮投入钱的，蛮肯花钱的，好像大陆的某一些市政府的建筑一样。刚从这个县政府对面的马路穿过来，然后这边一个台阶就很破，这边台阶这样看不出，那边下面有一块石头就坏掉了。然后推车根本推不上来，跟这个豪华崭新的南投县议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外面的马路没有修好，但是这个议会建筑修得很漂亮。走到这里好像变多了一点，有看到卖奶茶的地方，但是好像很多店还是没有开，应该就在前面了，蓝田书院。在一个学校旁边，我们找到了蓝田书院。这里，蓝田书院。哦，这些应该都是新造起来的，懂吧？之前地震都把这些震塌掉了。三级古迹，蓝田书院，道光11年。蛮安静的一个地方，想想，这是以前的学校，我们去看看，看这个小洞可以钻过去的，真的不错。这个庙里去看看，拜拜。在蓝田书院休息一下，很热，这个天还热。来看看孔老夫子。孔夫子。南投县立体育场，但是不知道怎么进去，这里好像都是关着，要从边上绕进去。我们去看看，好大的体育场啊！然后，那个看台正下面有国旗和国父，国旗和国父就在看台下面。啊，哭哭哭！你为什么哭哭哭？你累累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累累了你就坐在这里休息好了，好不好？那都是爸爸在走路，你就坐在推车上，你累什么？啊，你要不要下去跑跑？你们都坐在这里啊？你们两个怎么这么懒？一个背在爸爸身上，一个坐在推车上，都是爸爸在走路啊。我们绕了一大圈，这整整绕了一圈，然后进来了。啊，体育场还是蛮壮观的，很开阔，心情也很开阔。两只小的放在这里都不用成天盯着他们就可以了，就是精神上要松懈不少。啊，小姑娘开始动了，
那个哥哥就站着坐在那里偷懒休息。然后我们去草地上，好吧？草地上，小朋友难弄，莫名其妙就会。你是不是想妈妈了？你想妈妈哦？哦哟，这个给妈妈看到，妈妈要伤心。哎，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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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拿好，拿好，拿好。啊，妈妈晚上就回来，妈妈晚上就回来了。哦，好好，妹妹不要去抢哥哥了，哥哥慢慢吃，你慢慢吃。好好好好，走走走，我们走。走，难度又升级了，看来真是特种兵到底了。现在给这一只丢了一个 iPad，让它暂时安静了。然后这一只丢了一个 Switch，也暂时安静了，因为我要开工了。有反馈一点，还好一下下就好。啊，真的是意外不断。哦，还好有带着电脑过来，真的真的就是，哎。